可以开始宣布了吗？可以了。当然。好，2017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突破电视剧演员荣誉获得者是，请看大屏幕。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突破电视剧男演员，我回去被电碎了，不放我车上，我送你回家。更多的是嫌我忙成狗，请人分手。我就喜欢你这个不矫情的劲儿。再往后点。年度突破电视剧男演员李嘉航，2017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突破电视剧女演员。叔叔吓我，爱如昼夜。其实大哥心里也不好受，阿莫毕竟也是他的妹妹。你这个做弟弟的。年度突破电视剧女演员吴倩。哇！有请荣誉获得者李嘉航、吴倩上台接受荣誉，有请两位。哇，两位今天也是特别的有默契哈，穿了黑色系的礼服来到我们的现场，再次恭喜二位。我们也请蔡依农女士为两位来颁发荣誉。好，请两位移步到舞台中间发表感言。Lady first。 今天这个奖的确真的还蛮重的，首先还是要感谢腾讯视频能给我这个荣誉，然后也谢谢我的公司华策，然后陪我走到今天，谢谢我身后的每一个人，谢谢大家。嘉航，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奖对我来说是对我过去一年工作很大的一个鼓励，然后2017年有一部电影和一部电视剧同时都跟大家见面了，我看到了侯总在下面，也看到了吕总在下面，然后想跟你们说能跟你们合作确实是真的非常荣幸，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我会更加努力，谢谢大家。谢谢嘉航。其实我们也知道吴倩明年有很多的剧集会跟大家见面，对不对？赶紧跟大家小小的透露一下好不好？明年我应该是有四部戏会在腾讯影视，反正基本上我的戏也都在腾讯了，所以希望大家能赶紧充会员，然后赶紧跟我一起分享我的作品，谢谢。谢谢吴倩，明年有四部戏会在腾讯。